我叫 Priscilla， 我是跳中国舞的。为什么会接触跳舞？因为应该因为幼稚园的时候都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通常都是不是学乐器学跳舞，其实我两样都有学咯，就是对咯。同埋因为有其他同学一起，咁咪好自然就一起去咁样。咁其实我系柔软度系比较差嗰啲嚟嘅。当小学嘅时候，系全班人都已经落到一箭马，我咁样几个两三个系仲未落到，系老师系要话边个最快落到，我俾份礼物。好多嘢都系要训练咯，系慢慢努力咁样一步一步咁样慢慢上去。跳舞带俾我啲咩？一份满足感、成功感，即系由排舞一开始系零啦，一样嘢系零啦，跟住之后系慢慢一个动作，跟住一段舞，跟住去到成只舞，跟住喺台上面跳到出嚟，跟住台下嘅观众睇得好开心，跟住系俾晒掌声你，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带到我一份满足感、成功感嘅，一定会继续跳舞。